5日凌晨3:45，欧冠 F 组第四轮焦点战，拜仁慕尼黑主场迎战阿森纳。两周前，拜仁在客场完败枪手，头两轮连败的阿森纳迎战转机。此役若拜仁取胜，本组晋级形势将明朗化；若拜仁主场再败，四轮之后本组可能出现4支6分球队，竞争趋于白热化。拜仁出征欧冠时，坐镇主场安联球场的战绩一向彪悍。上赛季拜仁6个欧冠主场全胜，轰入22球。不过瓜迪奥拉也不会掉以轻心，因为温格的球队也很擅长在客场作战。阿森纳近12个欧冠赛场拿到7胜2平3负的不错战绩，况且2012-13赛季1/8决赛次回合，枪手曾在客场2-0力克拜仁。历史上两队正式比赛遭遇9次，拜仁4胜2平3负，进12球，失10球，稍占上风。这是一场拜仁输不起的比赛，因为要确保第一，对于枪手而言是必。